这几年你过得好吗？房子都快租不起了吗？地价、房价、租金、电费一直涨，你受得了吗？你的薪水不够付房租吗？你还在等社宅盖好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越来越茫然，越来越失望？再四年，你受得了吗？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，给自己一个改变台湾的机会。7月16号，让我们一起走上凯道，换回公平正义。